无耻下流无赖不比小人衡官禽兽。这么多，这些都是您出生以来结下的仇怨因果。我本来不想杀你的，但你竟然知道了我最大的秘密。让他们死得痛快点。只要杀了将你炼化，我就会成为当时最强。天哪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把财物都交给你们了，你们还要打劫，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打劫还讲究一对一吗？我，糟糕，我刚才是不是表现得太强了？是我输了，你们太厉害了。菜鸡